最近，赵丽颖与冯绍峰主演的电视剧《知否》《知否》应是绿肥红瘦首发预告片，只有几个片段，虽然很短，但情节丰富，人物关系复杂，赚足了观众的好奇心。首先，昏暗的色调与服饰妆容就获得网友十分满意，正剧质感令无数网友点赞。颖宝这次饰演的盛家六姑娘明兰的角色，生母被害，父亲不疼，嫡母不爱，姐妹难缠，一个人逆境中成长，她收敛锋芒，在万般打压之下依然自强自立，从在家中备受冷落欺凌，到成为影响着家族兴荣的举足轻重的人物，从闺阁少女到侯门主母，最终还收获了爱情并为母报仇。少女明兰大眼睛眨呀眨，可爱灵动，造型和演技又将成为经典。顾二郎冯绍峰与长辈谈话，透着几分公子的傲娇与霸气，抱着小宝宝的画面暖化人心，言辞激烈，演技超赞的样子，每个画面都是这个人物的刻画。而朱一龙齐恒公子开启了炸裂式的演技，思考起来令人着急，怒吼起来特别震撼，哭起来令人心疼。短短的几个画面，齐恒公子给了观众无比的期待。